哎，来来来，妈妈妈妈师傅，来了，看我冲凉了，我看你们今天有出差，看好像八点档的连续剧，看完新闻，看那个八点的节目，再来看九点的节目，再来看十点的节目，今天的节目非常的恐怖哦。我的房间不错，我一个人住而已。我一个人住一个大大个的房间。来，我给大家看，来 room tour room tour， 来看我 KL 住哪一个 hotel。OK， 来走进去。这些都是你们给我们的礼物，我们都收到了。OK， 然后不要走前面先，我们 OK， 我们走前面先。OK， 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的 photographer CP， 有没有剃胡须？有。有。我就你笑什么？你刚刚有没有剃胡须吗？啊，我就想到上个月的。啊，然后你看我们的外面，不懂看不看得到 ？Can you see？ Actually， 我们的外面很漂亮的，可是它有反光呢。我尽量给你们看啊，很美哦。它外面很漂亮的，只是它的反光很强。那你看我们的 sofa， 这个不是我一坐就哭的 sofa 哈，不是哈。OK， 然后呢，还有我的床，然后我床后面可以看到我冲凉，可是幸好我一个人冲凉，哎，我一个人住，所以没有人可以看我冲凉。来，我又来了 ，OK， hotel room why wear mask? Because they 排斥 ，they don't want to show their face， so they wear mask。OK， 哇，4300了哎，来来来来来，等一下我要慢慢转，我很怕哦，你们晕。OK， 然后我房间呢，这边就来这边刷牙的 ，OK， 刷牙的在这边，再来呢就是我这边有一个 dressing table， 然后呢这边有我的厕所，为什么厕所里面有镜子呢？我也不知道，应该是要给好像师傅这种要看多大的人看的，嗯 ，OK， 然后这个我刚刚已经开张了，刚才已经打了一个边。OK， 然后这里我要冲凉房，你看还有一个 bathtub 的。再来呢，王雷说他要过来冲凉了，不要不要不要，等一下他每次给我看他怪怪的东西。然后这边是我的更衣室，然后给我们放我们的东西的。然后花啦来了，很多人要找花啦，花啦不要躲，你看花啦来了。You stay president suit no la I never， 我们没有。5400了喂，花拉已经放工了，花拉讲她要休息了，你看她现在在等她老公回来。我来探班，我来探班，
好啦，姐已经放工了。没有，我问他，我刚才你们看到我 comment 要谁帮你冲凉？哦，不要，帮你介绍啦。好大间，他们讲我们房间很大间，哦，对，很美哦。对 ，OK。然后花拉姐现在是在等她的老公回来，然后因为刚才她已经弄美美了，所以等一下她躺在床就等王雷回来就可以了。我不舍得洗我的脸，嗯，那还没有动到，真的，你看我没有弄到，她真的没有去动，哎，很滑嘞，啊，你看哎呦，真的很值得买，水水真的，你看我的手，你看多么漂亮，花拉变美啊，花拉变美了。哦，Photographer also stay same room as you know啦，我来做工，他们来帮我而已。Photographer 拍我做工，然后这位 Bojo 呢，就是来做我的客服，他做我的 admin。OK。你是很勤啊，还没有办公吗？对呀，花啦红了，对。看小的小月。哎，看，谢谢你送的 burger， 谢谢你，我收到了。OK， 等一下我们要吃很多很多很多都还没有吃的哦。等一下很多人来。全部会过来，谁过来？全部师傅他们啊。啊，师傅还有他们的拍摄的。哦，哎，整个团队过来啊？为什么呢？拍东西呀？啊，没。哎呦，巧儿今晚和谁睡觉？我今晚一个人睡觉啦，就是睡，然后躺住我的床，然后看美美的风景嘛。你看风景这样美，对不对？对啦，六千多，要不要看我冲凉？也很快哎，我开几多久而已？八分钟啊，是吗？嗯，八分钟。哦，六分钟哎，哇。OK， 要不要看你冲凉？很快很快。OK， 所以要看我冲凉啊。看他冲凉。走咯，看我冲凉咯。可是有抽奖吗？你要等我冲凉完才抽啦。 OK， 大家你们先看我冲凉，因为我回来一整天没有洗头，头发油油，然后又扁扁，很难看了，所以又要冲凉了。 You look very tired， 因为我们整天都在外面跑。 Actually，我们的摄影师他们也是很累的，只是我穿那个口罩，然后你拍我，我拍你，你拍我，我拍你。 OK， OK， 来，所以我们现在冲凉咯，冲凉，拿我洗头的先不去洗头，还可以，可以，可以，我可以，快点冲凉，师傅来了你就惨了，对，快点冲凉，先不要，师傅来了，还要拿我来玩了，所以我现在在厕所了，要冲凉了。Must be very tiring， 还好啦，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哦，然后你们都非常的支持我们，来 ，cameraman。来，我要去冲凉了。哎呦，很可怜哎。没有。不呢，拿那个换洒进去就去了。OK。哦呀，我就不要进去了哈。进去。你可以帮我开吗 ？OK， 来。我开不了哦，我指甲会断。那帮我开啊，谢谢哈。大家，我准备好要冲凉了。你们要看我冲凉的话呢，就守住 OK， 不要跑人啊。今天我冲凉呢会非常的精彩，不知道等一下冲凉的当儿呢会不会有 water show， 我不知道。你笑什么？ OK， 所以等一下子我再冲凉再给大家看啊，一下要开这个东西，哎呦，幸好我指甲没有断了。 OK， 但我要被骂了。来，我现在先开一个，因为要拿新的香菇来，然后就来洗一下头，然后给大家看好不好用，可能好用啊，你们也可以跟我一起用一样的洗发水。 OK， 然后今天用的呢是 Core Minerals 的 Eucalyptus 香菇。为什么要用这个呢？因为我们整天在大热天啊流汗啊，然后头发就很多油，对不对？用了这个呢就可以帮我清洗掉我头皮上的所有的油，所以我先洗头。OK， 洗头先 ，OK。不用进去，我就进去。不用进，我就进去。你们进来吧，比较多位。嗯，转那边啊。小心啊！小心啊！哈哈哈哈哈！我不懂，等一下会不会有 water show 啊？你们跟我一起冲凉是你们的事。哎，你这样话不是流下去你的脚湿到啊？嗯，不要紧，等一下我才骂。有打过。来冲凉了，几千人在看我冲凉。6:40。嗯，冲凉。
所以我还没有调。哎，怎样调的？哈？等一下。哦。你洗头用冷水就可以。放在地上，那花洒放在地上。OK OK。好了好了。等啊等啊。哦呦呦呦。你不要用上水。OK。用冷水。冲凉了，你看花辣在看我冲凉，你拍花辣拍花辣。你看花辣在看我冲凉，拍花辣。花辣在看，好像那个妈咪在看小孩子冲凉一样耶。哎呦 ，OK， 冲凉了，冲凉了，真的要冲凉了啊！我第一次哎，在这边跪着，洗头洗头，哇！不要笑我，一直笑我。哎呦！来摆个啊，性感的嘴唇，恶心，恶心，哈哈哈哈，谢谢洗头，好恶心啊！衣服也顺便洗哦。谁？他们叫我顺便洗衣服啊？不可以，不可以洗衣服，不可以！等一下你们看到我扁到啊！哎呦，哎，把我洗了过后，我头发很 soft 哎，哎呦，哇，哇，第一次看你别人穿衣服冲凉的了，哈？人家讲你第一次看到人家穿衣服冲凉。没有啊，我经常这样子做的，为什么啊？因为我要先洗头，头发要比较久才会干。所以我每次是这样子冲凉的，我有时候还会穿衣服冲凉，因为我顺便洗衣服就省水。你想叫花拉来帮你洗头哦？花拉帮我洗头啊？花拉要帮我洗头吗？要吗？你要吗？花拉来吧，花拉，我就为了你，我开我的脚，哎，没有，我给你洗我的头。可是我头已经洗到一半了，妈妈现在是 condition 呢。我帮你拿 ，OK， 我帮你拿，拿花洒，拿花啦，拿花洒，花啦，拿花洒嘞，来洗我的头。那你放 condition 呢 ？OK， 我放 condition 呢。哎呦，我好像整身挡挡到完了，惨了惨了，啊，定我底裤湿了。他们想洗。不要紧，等下顺便可以冲凉。顺便冲凉，顺便冲凉给大家看。嗯。
Okay. 要看吗？要看吗？要看，快点宣宣宣啊！要看他冲凉吗？要不要？我来帮他洗头啊！我怕 Facebook ban 我哎、欸。OK， conditioner 放发尾就好了呀。对，你很香耶、欸，它好像那种去油去油的那种味道，香香的味道。可以按摩你的头皮，很干净耶，弄到我头发。OK， 花啦洗头，等一下，花啦，等一下，因为它的水会这样子下来的。对，所以你要，我小心啊，小心啊。等一下，应该伸，应该伸过来。OK。不可以，我瞪这边，他们看我屁股。OK， 可以来。你要站这边。OK， 来。啊，你站前面。OK， 这边人家拍不到。可以 ，OK， 你站旁边这样。OK。给我花啦第一次帮我洗头，很烧嘛 ？OK， 可以。对呀、啊。哎呦，第一次帮我洗头嘞！师母，你不要故意让我整身湿湿、啊。没有啊，我没有这样的 ，sorry， 我不会。你看啊，很 soft 嘞。很 soft 哦。嗯，对，你看啊，眼睛闭起来哈、哦。我大眼，不要笑啦。一直笑，一直笑。大家看敷的，敷的是假的。敷的是这样的。我残废啊，然后我让他们洗头。洗头。啊 ，baby 洗头，帮小孩子洗头。Yes。Oh my god， 花拉在帮我洗头。看啊，我出去了哈 ，OK， 不要犹豫。嗯。让他顶住。花拉，你要让我整身湿湿的。全部都讲妈妈帮女儿洗头了哎。6800了。来，等一下啊，拿起来洗的。我头发长。看。哎呦！看看我去前面的有没有碰你了。OK OK。嗯，可以啊，可以啊。对啊。OK。好的好的。你开太大了，没呼吸。OK， 好的好的，等下拿刀我给你关。OK OK。OK。看，等一下，等一下。你等下先，你等下才站起来。我差不多整身湿到完了，我给你的啦，放这边。拿刀啊，给你啊，这个。可以可以。好狼狈的一幕。来，抱住你的头。OK， 丢下面。OK。小心啊！终于冲凉好了，我晚上可以不用洗头了。哎呦，你看我整身，没有办法的啦。等等到完哦，湿到完了。啊，等一下，等一下还冲凉 ，OK？ 等一下才表演冲凉。我吓死他们！等一下抹脚先，抹脚，脚很脏脏，脚太脏了 ，OK？ 啊 ，OK， 老公，可以 ，OK， 嗯。真是的，几千人看我冲凉，6.9千人在看我冲凉、你要这样，这样还看得到，要吹你的头发。So how the shampoo quality good, difficult to rinse off？ 不会不会，它的 shampoo quality 很香，然后很好用，然后它是 paraben free 耶，然后超 relaxing 的，就好像你去按摩院哦，他们帮你用的那种 shampoo 一样的。冲凉没有脱衣服，冲凉不可以脱衣服，脱衣服的话给你们看到完了。OK， 等一下啊，我反这边，你要反这边啊，我反这边。OK， 等我站，等我放这边。OK， 等后面的你拿给我就好了。OK。OK， 来，花拉帮忙洗身体，不要。不可以，不可以，他们问多少钱呢？等一下，等一下，洗身体啊，他自己会洗 ，OK。哇，等一下哈，我太用力，他会痛，他会痛。对，我很嫩的啊，不可以，让他自己洗。我还很嫩和新鲜 ，OK。啊，就是到此为止，我的服务就是到此为止。对，下来就是靠自己，靠自己啊。对，很多朋友问诶 ，Go where to buy？ OK， 等一下，等一下啊，我们等一下，我还没有做好我头发的，可是我可以先跟大家讲啊。OK， 现在我是用了这个
Core Minerals 的 Eucalyptus Shampoo， OK， 然后它里面呢是很多的 Carotene 的 Amino Acid， 就是给你的你们的发质啊更强， OK， 然后更好，然后把你们的头皮的那些油脂啊清理掉，然后如果有头皮屑的朋友呢，你们都可以用啊，然后用了过后就可以洗掉你们的头皮屑啦，然后弄得很干净， OK， 然后啊还可以帮你们保护免受造型化学品和热量的破坏性影响， OK， 所以你们如果有烫头发呀还是染头发的朋友呢，你们用这个呢它可以帮助你照顾好你们的头发， OK， 所以这支呢今天如果你们要下单的话呢，我们是卖配套的啊，就是这个Eucalyptus Shampoo， 就是洗发水，男女都可以用啊，男女都可以用。然后用这个Conditioner， OK， 新马都能够下单， OK， 新马都可以下单， OK， 所以这个啊 Shampoo plus Conditioner 啊，本来是 Shampoo 是55块一瓶，然后 Hair Mask 是55块一瓶，可是呢今天你买 500ml 还有一个这个 Tonic 啊， 100ml 的 Tonic 是价值38块的，原价是110加38是148，原价148今天只要75块， $75 这个非常适合油性皮肤用， OK， 新币是75块，新币75块，马币的话呢是马币198， OK， 198马币，然后运费呢新加坡是12块啊，12块，然后马来西亚方面的运费呢，西马是10块，东马是20块啊，东马20块， OK。RM is 198 wash hair only where got shower I cannot shower everybody see lah later they ban me how to order OK 你们可以去我们的网站啊，都编在下面了，几 ml shampoo 跟 conditioner 都是500啊，这个品牌这个产品很好用， hydra lotion 也是很好用，对，我用了过后呢我也是非常的喜欢，因为哦我很少找到一个帮你清理你们的头皮啊，因为要去油嘛，所以你们的头发会很干，可是呢这个呢你用了过后呢你的头发还是很 soft 的。再来呢就是这个 conditioner 呢也是用了过后哦它很 soft， 然后又很香，妹妹头皮屑和脱发可以用吗？可以，这个帮头皮屑跟脱发非常的好用，小文可以看一下你的指甲吗？可以，在这边 OK， 这边啊 OK， 好吗？王雷呢？王雷 is coming back 好吗？王雷 is coming back， 非常适合头皮屑跟脱发的朋友。 SG order also WhatsApp， 对，都是一样 WhatsApp 一样的号码， WhatsApp jam 了，太多人了哈，这样快啊 jam 了 yeah。可是你们给我们一下子，我先吹头发先 ，OK？ 我吹头发先哈，然后我给你们看我整个 set 啦、啊，头发 actually 很重要的。哎呦，我是比难看呢。OK， 所以呢，如果你们要保护你们一定要保护好你们的头发 ，OK？ 因为呢，头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如果脱发了过后呢，很难把那个头发撑出来的 ，cannot go in 很多人讲进不了。进不了。Yeah, website jam. Color hair can use. Yes, 我是 color hair 用的。Singapore delivery 是12块啊 ,$12 啊。所以总共如果你买到完的话呢是87块 ,$87 for 3 items 啊，就是 shampoo, conditioner, 还有这个 tonic, OK? 三瓶价是plus delivery to Singapore 啊 ,$87 新 dollar。马币的话呢是198马币。如果是西马邮费是10块，东马20块 ,OK 啊。好吗？有送花酒吗？没有送花酒。哎，新加坡进不了，进不了。每个人讲进不了了，爆单了，爆单了。哎呦 ，I'm so sorry， 真的是进不了。爆单了，你们可以 WhatsApp 我们的客服，WhatsApp 我们的客服好吗？如果网站进不了的话 ，WhatsApp 客服，客服的号码是零这个。OK， WhatsApp 客服号码是这个号码哈。哎，德巴利。哎呀，德巴利。
悉尼悉尼呀、啊、OK WhatsApp 这个号码0116218 4794 OK 新加坡跟马来西亚都是 WhatsApp 这个号码哈。什么啊不大适合用吗？可以用啊，就是清理掉你们头皮的那些油渍。新加坡要怎样下单？ OK WhatsApp 我们 WhatsApp 这个号码和尚可以用吗？可以可以可以用，光头可以用 OK 可以再洗呀、啊、对。然后孩子大概12岁也是可以用的，因为现在小孩子啊的头皮呢非常的油，然后有时候他们是没有洗干净啊，所以你们给他们用这个呢，它里面是有 eucalyptus 的，所以呢它可以帮你清理你的头皮的那些油渍 OK。 How many ml? 500ml 500ml and how much 啊 how much today we want shampooone hair mask 500ml and 100ml 的这个tonic 啊是75块新币198块马币 OK 好吗？ Singapore delivery is $12 新马的话呢 $12 新 dollar 啊，然后呢马来西亚的 delivery 呢是马币10块，然后东马是马币20块OK， 非常好用，很多人讲非常好用，所以现在我已经洗好头了，要做什么呢？就是要拿这个 tonic 喷我的头，喷我的头。How to use? OK， now your hair still damp damp right? 现在头发还湿湿。Wait, I trying to see how can I stick this here so everybody can see. 我暂时先放这样 ，OK， 我放这边先拿、啊，你们如果看得到，你们先 order。Too many gong in let too many 了 too many 了，你给我们一下子哈 ，OK， 你们可以先 WhatsApp 这个 ，OK WhatsApp 这个号码都下单，多久 delivery 啊？应该也是 normal OK， 马来西亚的话大概5到7个工作日，然后新加坡的话大概7到10个工作日 ，OK， must shake the tonic， yes， I haven't spray yet， 要摇摇先。Use it after you towel dry your hair and spray on your scalp and massage. 对，因为刚才我已经弄干了嘛，所以我现在头发已经没有在地了，所以我现在呢，我要喷在我的头皮 ，OK， 喷头皮，然后再喷头皮 ，OK， 哎，很香哎，哇，这个很香哎，然后你喷上去哦，你会感觉到凉凉的那个感觉 ，OK， 喷再喷，好吗？然后来看片。然后就按摩 ，We want to see your hair condition. OK， 我的头发的 condition 呢是 after 我的头皮是有一点点油的 ，OK， it's a bit oily. 然后呢，我这边有脱发，我这边有脱发 ，OK， I got drop hair here. 因为以前空姐嘛，然后一直绑头发绑到很紧，所以我头发很容易掉。再来呢，我有时候如果没有太久没有洗头发，我会有头皮屑，可是现在看不到，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了，洗干净了，你看。洗到很干净了，等一下我吹干，然后你们就可以看到它整个 condition 是怎样的。OK， WhatsApp 也进不到哎、欸。哈 ，WhatsApp 可以哦，这里可以哦。有还可以嘞，这边想可以进嘞。Made in where 啊 ？Made in where？Made in UK， 是不 ？WhatsApp 应该是可以进的，不可能 WhatsApp 很烂。Made in where 啊 ？This is UK brand 对吗 ？UK brand， 来我看多一次，因为它的后面是 .UK 的。OK 啊，我看多一次啊，英国对哦，英国 right is in UK one， is product from UK 啊 ，UK， Belgium， OK， imported from UK and formulated in Belgium， but packed in Malaysia， all right， 所以这个一样哈，这个很好用，很好用的 ，OK， 所以我刚才放了 tonic， 我现在我感觉到我的头皮呢是凉凉的，凉凉的啊。What is the WhatsApp number? WhatsApp number 是0116218 4794 OK， 然后他们讲说，等一下我 miss 掉那个 WhatsApp 没人回复。OK， 你们可以给我们一下子，然后我们才给我们一下子回复你们，因为太多信息了。How does your scalp feel cooling? Yes， 很 minty， 就是很凉很凉。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呢也是有这个。How do I tell you what is the inside also got eucalyptus， 然后 eucalyptus 呢也是让人家感觉到凉凉的那种感觉的。 OK， nice smell， yes， 很香很香的味道。 OK， 什么发质可以用吗？对，什么发质都可以用。 What offer？ OK， usual price 啊，一瓶 shampoo 跟一瓶这个 conditioner 是55块，再配这个 each 55，所以55 55就110了吗？然后这个呢是38块，所以115加115
no 110加38是148，不好意思，我数学不好。OK， 所以是148啊。今天新币只要75块 ，$75 新 dollar，and then Malaysia right is RM198， OK， 马币198。In future， 如果你们还要下单的话呢，可以去回一样的网站，还是去 WhatsApp 一样的号码 ，OK， can go WhatsApp us。如果WhatsApp 进不了的话，你们 WhatsApp 我们 ，OK， WhatsApp 我们。Can don't want conditioner take both shampoo 可以吗哈？嗯。如果不要 conditioner， 只要两个 shampoo。两个 shampoo 等下。啊，我看哈，可以换吗？可以换 shampoo 吗？可是他们我 set 了哦。set 了哦，应该不能哦，不可以哦，不可以，他们要换两个 shampoo 包。哦，不能，不能，是一个 set 的 ，OK， 一个 set 的。In future want to buy 一样 WhatsApp 我们 WhatsApp 我们哈 WhatsApp 我们 OK， 然后刚才我已经按摩进了那个 tonic， 那个是第一个配套 OK， 第一个配套 Why pay 198 is RM、哦、OK， 客服他们讲可以 OK， 你们可以联系客服下单啊，因为现在可以接单了 Faster dry your hair yes OK， 因为现在呢我 next 我要做的呢就是先吹干一下我的头发 OK， rinseAfter that, I want to blow dry, ah, blow dry. Yeah. Okay, 吹干头发. Oh, yo. 等一下啊. Okay. 所以我现在在吹干头发，放 tonic 过后吹干头发 ，okay. 对啊. $148 for Sing dollar. Okay. No. 哎，讲多一次啊. Okay. 新币，新加坡的朋友，新加坡的朋友哈。第一个。这个 shampoo 是原价55块新币 ，OK， 新币55块。可是呢，今天呢，55块加55块新币是110新币嘛，对不对？所以今天再加多一个，这三个呢是148新币。可是今天呢，我们有优惠，就是这三支呢，总共是75块新币，然后邮费呢是12块新币 ，OK。然后马币的话呢，这三支总共是马币198，然后西马运费呢是10块马币，东马运费是20块马币 ，OK 啊，好吗 ？OK， 所以我现在要先吹干头发，因为我的头发太放住蛮久了，嗯 ，OK。对啊，吹头发先。Can send us package and pin to order。他们要那个 package 的纸有吗？可以给他们看 package 的 list 吗？可以。OK， 我们 pin 那个 package 的 list。package 的 list 啊。他们要 package 的 list， 还是我直接这样给他们看？哈哈，也是可以，可是倒反了。没有买，我反过来喽。我反过来，一下子哈，我拿出来哈，我给你们看我们今天有什么配套 ，OK？Come, I let you see. OK， 我们今天的配套呢就是这样。OK， this is the 配套哈。然后新加坡上面 AA 那一个配套呢，就是我刚才介绍的那一个配套。如果你们还要那个 Leave-in Serum 还有 Argan Oil 的话呢，新加坡新币是169 ，OK。然后马币的话呢是马币480，还有送啊，送下面全部啊，还是什么？送对，送下面全部，只要写真送，下面全部送的。哈？哦啊！哦，哈，就是买169就是两套哎。对，两套 ，buy one free one，buy one free one， 新币这个价钱，你看它的阿拉卡的价钱，你不是55新币，38。哇，所以现在如果你们下单的话，你们下单这一个比较有划算，因为买一送一。对 ，for 巧合 life only。Oh my god！OK OK， 所以特别介绍你们买这一套啊，买这一套。哎，他们有冰了，我应该冰吗？啊，冰啊冰啊，他们 message 来了 ，OK， 我冰了 ，OK， 所以今天如果你们要的话，我是特别推荐你们买这一套啊，因为买一送一啊，这一套只要新币169块啊，邮费是12块，再来呢，马来西亚、啊、买一送一啊，买一套送一套是马币480块 ，480 啊，然后邮费呢，西马是10块，东马是20块。Okay, if we buy two set, how much is the delivery? 一样 standard rate. 惨了啦，一样 standard 价钱。Okay, 如果你们买两套的话呢，一样邮费是 fixed 的，对吗？
可是有时我们西马的是因为重量的关系、嗯啊、所以可能重量他们客服会联系你，就是运费。 OK， 我们客服会让你们知道是多少钱。 OK， 所以是特别特别的推荐的哈，买那个配套的，买配套的，我们的网站可以用了，所以我现在拼我们的这个哈 price in order if order in future will be the same。 如果这次的销量好的话，我们再叫我们的这个 Call Mineral 请我回来好吗？然后呢我再介绍 OK， 然后又有 promotion 了好吗？好吗？所以如果你们要的话快点下单啊，快点下单，我已经并在下面了，你们直接进去我们的网站看到完、嗯、OK， 多少套运费都一样、嗯、哦哟哦，所以你买多套运费就是一样，哇，110块钱。OK， 你们买多少套呢？运费都是 standard 的、啊、就是你们买三套五套的话呢，新加坡运费一样是12块，只是12块啊。然后马来西亚的话呢，西马运费是10块马币，然后东马是20块马币。OK， why no free shipping for West Malaysia？ 因为呢，我们邮费的话呢，它的重量哦是有的，所以运东西的话是比较贵一点点 ，OK。可是呢，西马的邮费呢只是10块钱啊，10块钱马币 ，OK。我还没有吹干我的头发，等你介绍 Leave In Serum，OK、okay,。我的这个我头发我要吹干先，因为我现在我还没有吹干，等一下我头冷冷 ，OK。等啊，我吹干先。哎呦 ，wait 啊。Okay. Well, I need to dry my hair. Hair dryer no sale 啊，不可以 cash on delivery， 不可以。小支是怎样用法 ？OK， 小支这一支呢，你头发你弄刀温弄干了过后呢，你直接喷在你们的头皮，然后按摩就好了。OK， 等一下吹头发先。不要，不要。我不要，他又来你笑了。哎呀！没有人，师母不在，我死了。你妈妈有没有在看？我不知道。哎呀！师父刚才师母帮我洗头哎。是嘞，叫我更洗他们了。啊，不要不要。更洗又更洗啊！然后会吹头发，我觉得我头发会掉到弯。怎么呢？因为你很粗鲁。不会的。哇，他第一次帮我吹头哎。怎么样？你男朋友没有在看？我不是应该有。没有，没有，那你俩够哎烧吗？够。烧吗？够。够干哈？哎。啊Freezy hair， 他们讲大魔王来了，然后又来比小我。刚才你去看很多球布哦。哇！哈哈去吹啊！没有，你逗我啦！你在卖什么今天？洗发水。卖完了没有？哎，这个我觉得很适合你用。卖什么呢？因为你每次抓头很痒嘛，对吗？你闻。那它也是有一点药水，它是这个是有药水的味道。它这个药水，这个是 eucalyptus， OK， 这个是给你洗了你头皮不痒的，止痒的，冰冰的，冰冰就 OK 的。来，我给你喷这个，喷手就感觉到了。你后面会不会有冰冰的感觉？哎，对，冰冰了哦。啊，我是喷到我头皮就冰冰的感觉。没有了，问题要撑多久？没有啦，这个就是你洗好头，你直接喷，然后给你的头皮吸收就好了。嗯。Okay. 他们讲妈咪帮我洗头，爹地帮我吹头。你得给他洗奶头咯。哈哈哈。No no， 有师傅 finger 过。然后 he come back， he never wash hand， he touch my hair。哎，这间酒店不错。啊，很美哦。蛮大间，蛮大间。我还奔着。蛮大间。Kiss, kiss, kiss. 啊，你那，你怎么能 kiss 我？刚才女孩子 kiss kiss， 啾，一直啾。刚才有一个，他鼻子跟我，他很喜欢王雷嘛，他说问我可以给他 kiss 吗？啊，随便了，随便。你不要出声，这样就假了吗？师傅。
咦，师母，师母，你看黄磊，咦，哎 ，R M S G D 两个都有，两个都有，阿星马都有 ，OK， 叫王雷雷公去冲凉，不要靠北。我真的还没冲凉。哦，他讲你是废话啦，不是 kiss 啦。没有，等一下，等一下要去吃。呀、yeah, ，我还没有吃，也是。我们楼下。快，楼下吃。做完先。吃 OK， 然后。下班啦。啊，下班，下班。刚才那个，那个憨的裤爆了。那个憨的裤。哦，那时候有一次卖过了。没有，他是衬托那个憨。哦。因为，等一下你听一下，我还不知道憨还可以下垂，他就 support 你的憨。快来，一句一句。桌子上那个说东美的是你们的一包到那里啊！你去看我的重播，这边，哎，便宜了，我那个重播，好吧？哎，跟你那这个是另外一个产品啊，对，不一样啦。哦，OK， 所以、哎、要跟大家讲啊，我跟巧儿到现在做的直播这么多年了，我们没有的抽的啊，嗯、我们发誓啊，我们卖任何一个产品，我们都没有的抽的。不要以为我们只是要一个负责任、嗯、给商家的单多一点我们就不会好不好对啊，我们就不会赔钱 okay,、然后刚才我带师母去弄美美她的脸然后她已经脱光光在床上等你回去了她不可能回去房间的真的她不可能自己一个人那个门是开住的人啊我都知道她 不敢把她一个人在房间是吗真的她等你洗拜拜洗拜拜就是洗拜拜我们刚才卖拜了就洗拜拜了我今晚就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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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他在等你啊对 OK 来所以下一个呢就是吹干了过后啊你们要放这个 leave in 的这个essence OK 然后你要喷在整个头发不要喷头皮啊不要喷头皮 OK 喷 OK 诶很香哇很香 OK然后喷了过后呢你们就拿一个梳子一个大大个的梳子可是 for 我哈我是用这个comb 的 OK 所以我会再吹再 comb OK 然后就吹到它 spread evenly 就是整个头都会 anti dandruff yes anti dandruff OK 香港可以买吗联系客服有你可以 PM 我们的客服 OK PM 我们的客服目前给我们的是新马新马油有师傅 come back 不保压咯他 come back 不保 OK 所以现在先梳头发然后弄干我头发 Yes it helps with dandruff problem OK 等一下我要吹我吹风机很美不要一直碰我吹风机我就是用这个吹风机来弄干我头发的OK 吧今天不是要卖吹风机今天要卖的是 shampoo OK 什么我要闻可以吗 Johnny 你不要挤过啊 Johnny 我们明天再见啊 OK 所以我现在已经弄好了然后呢给他弄到干干下单后怎样知道 delivery status 他们客服应该是会有三个、他们会 update 你们、OK 所以这个好聊过后呢就是第四支啊就是刚才我建议大家买的配套因为买一套送一套 OK 所以下一个呢我就是要放这个 Argan Oil 为什么要放 Argan Oil 呢是因为我可以弄它比较亮丽一点然后呢就不会一直掉头发多少钱等一下我给你们知道哈所以我现在在做我的手哎呦谁 OK 然后呢我撸撸然后就这样子散就好聊散它一下就好了 OK 就隔外面不要弄到头皮啊不然头皮会太油很香哦怎么香、哎、呀很香然后就放头发就好了 OK Yes 明天再考考有个见好吗所以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等一下我还没有用完 OK 所以有人问多少钱 OK 给我一下子我现在弄头发弄好了我再介绍大家OK 头发亮了没了可以了明天就这样子出门咦没了耶、欸、染头发果然顺了、可是还是要我还没有弄干还没有吹干等我 吹完干干先可是我现在要介绍大家玩我的东西先哈 OK 所以下一个我要介绍的是价钱到底多少钱 OK 今天
来 ，What is the brand of the shampoo? Brand of shampoo is Call Minerals. Okay, Call Minerals. 然后现在我要给大家看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价钱表。OK， 所以如果你们要单买 shampoo、conditioner 还有 tonic 的话呢，它是新币75块，然后马币的话是198块，然后新加坡的运费是12块，西马运费是10块马币，东马是20块马币。OK， 然后我是特别建议大家买这个配套，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呢有一瓶 shampoo， 一瓶 conditioner， 一瓶 tonic， 一瓶 leave-in serum， 还有一瓶 argan oil。现在呢买一套送一套 ，OK， 买一送一，所以总共是169块。OK， 加油运费的话呢就是181。OK， 181，你们总共有两套啊，你们可以跟你们的邻居啊，跟你们的朋友公司 ，OK。然后马来西亚方面的话呢，就是马币480块两套啊，480块两套。西马邮费呢是10块，然后东马邮费20块，这个就是那个整个配套啊，买一送一，整一个配套是这样的。OK 啊 ，Buy one free one。新币169，马币480。周末你老板撞墙啊？OK， 等一下他们讲 What is the cut off time？ 到几时要下单？几时最迟可以要还钱？等一下哈，我们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客服啊哈。OK 啊，所以这个是今天的这个洗头发的这个价钱是这样哈。如果你们要下单的朋友，你们可以进去我们的网站下单。OK， 所以头发弄美美了，接下来要弄什么美美呢？就是要弄我的脸美美吗？对吗？等一下我要找那个改再回。OK， 弄脸美美，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啊 ，look look， 等一下我在做直播。做直播先 ，OK， 不可以，我在做工，哎呀，他们在拿食物引诱我 ，OK， 所以现在好了对吗？要介绍护肤品，要弄脸，喂哈 ，OK， 喂哈 ，My hair done ready， can go out already， 美，水 already 哈 ，OK， next one is 护肤品，我过去这边，来了。Yeah, okay, can already. So here next one is 这个，诶，我的那个，你住我旁边是吗？难怪他一直要开我的门，他在闯，他要去破我的门。哎呦，你那边开了没？啊，哎呦 ，OK 不错。你们晚上做什么？我会过去看的。你不要给我听到声音。OK， 所以下一个呢，我的书本 ，OK， 下一个呢就是他们非常非常好卖的这个 Hydro Plus Booster， 还有这个 Extra Moist Tone Up Sunscreen， 还有什么？还有这个 Hydrating Lotion 啊，非常非常多的东西。OK， 最后三样啊，等我介绍完。OK， 所以第一个呢是这个 hydrating lotion， 让我打开先。OK， 哇，我听说他们这个牌子的 hydrating lotion 呢非常非常好用啊，所以我们来 testing 看看。这边 ，OK， 等一下我开啊。我们的牌子全部是 Call Minerals， 我们的价钱呢新币跟马币都有啊，新马的价钱都有。花拉姐在房间跟王雷抱抱了，所以我就不吵他了，因为刚才师傅回来了嘛。所以他们两个现在单独在房间里面，然后这个，哦哟，很美耶，它的瓶子超美的 ，OK， 所以这个是它的 hydrating lotion，OK，hydrating lotion， 多滴个，记到，阿黑啊记到，记到 hydrating lotion，OK，、okay? 有人买好了，已经付款了，谢谢你 ，Connie， 你卸妆了，刚才洗脸应该洗掉一点点了。OK， 所以这个 Call Minerals 呢是从UK 来的啊，可是它的 formulation 呢是在 Belgium 来的。OK， 然后这个是在马来西亚唯一一个产品 that you can use as a face emulsion and a body lotion 啊，就是你可以放在你的脸，也可以用在你的身体做 body lotion。然后呢，
它可以帮助 eczema skin， eczema 是什么？湿疹， OK， 湿疹，然后干燥皮肤，还有如果你们皮肤一直痒痒啦，有 rashes 的话呢，这个可以帮你们relief it， 就是讲讲啊，缓解痒，舒痒啊，什么痒？缓解痒痒，缓解痒痒， OK， and then。它这个呢也可以帮你缓解你们皮肤干燥的问题， OK， 然后这个呢适合五岁以上的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开始用了啊，诶，很多人买了诶，这个很好，因为它可以止痒，再来呢还可以帮助你们红肿问题啦，有蜂窝的问题，皮肤发痒的问题，摔倒伤口也可以涂这个啊，还有被蚊子叮的问题也可以啊，这个也可以下单，然后啊，哇，它可以帮很多问题耶，它还可以帮助老人斑、富贵手、脚跟爆裂，就是你们的这个脚跟啊，下面这边啊破掉啊，还是什么，你们都可以涂这个，还有烧伤都能够下单 ，OK。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孕妇，如果你们有 baby， 那个肚子不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有时候还会生那个 stretch mark。然后就很不是很好看吗？然后你们可以先涂这个，就每天这样一直抹哈抹哈抹哈 ，OK， 抹哈了过后呢，它的肚子呢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漂亮，然后就不会看到这个stretch mark 啊。然后有人问 How much is this bottle？ OK， 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马上跟大家讲多少钱。这一个 lotion 呢，它是单买的话，没有单买哦。单买没有 ，OK， 单买是没有啊。如果你们要这个 lotion 的话呢，配这个 tone up sunscreen 30ml 啊，是送的啊，就是买100ml 的 hydrating lotion， 送一个 30ml 的 sunscreen， 是马币168块，168马币啊，168马币。新币的话呢是69块，哎，单单这个 sunscreen 啊，原价就已经是69块了，可是今天你买这个送这个啊，是69块新币而已哈。然后它这个，哎，这是什么？ 50ml 不一样，不一样，这 50ml 而已。OK， 所以 not same、嗯。可是我跟大家讲，你们不要买这一套，为什么呢？因为呢，接下来这一套比较好。为什么？因为这个是 Hydro Plus Booster， 然后它这个呢是帮助洗面。等一下，我找那个资料。OK， this one can help to tighten the skin， 就是帮你的皮，让你的皮肤更紧致。再来呢，可以帮你缩小你们的毛孔，还可以帮你减少你们的皱纹，还有黑眼圈。再来呢，也可以帮你有一个 V shape 的一个脸，就是紧紧的脸。还好像如果有斑点、黑斑的话呢，你们都可以涂这个 Hydro Plus Booster， 它会帮助你来灯你们的淡化你们的这个斑点，还可以收 OK， 我们的这个 special promotion 24小时， OK， 24 hours expiry date 啦，全部都是新的。 Right, this one is until 2024年9月， OK， 全部都很久， OK 啊。所以这个呢，除了可以帮助你淡化你们的斑点，还可以修复凹凸洞。师傅很喜欢讲的凹凸洞，为什么？他就会讲到李叔叔，哎，李叔叔，然后就可以用这个，然后呢，也可以帮助你们的黑眼圈、皮肤暗淡的这个问题，也可以帮助你减缓皮肤老化，加速皮肤的新陈代谢。OK， 它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东西啦。OK， 这两瓶 19 years old boy can use， 可以用啊，可以用，好吗？所以如果你们要这一瓶加这一瓶的话哦，我跟你们讲今天的 promotion 是什么。今天的 promotion 是 50ml 的这个 Hydro Plus Booster， 我们会送你一个 50ml 的 Hydrating Lotion， 小瓶的啊，这个是大瓶啊， 50ml， 这个是 100ml， 我们会送你一个 50ml 的，再来呢送你一个 100ml 的 shampoo 洗发水，还有一个 100ml 的 hair mask 就是 conditioner， 总共呢四个 item， 109块新币，109新币啊。然后马币的话呢是
288块马币，288马币啊！还有这支是 Hydrating Lotion Plus Donut Sunscreen， 这样子69块 ，OK， 69块，这样子是69块，马币是168，对吗？对对不？对不？呀，对，丢 ，OK， 丢啊丢，这样子168。呀、yeah, ，all is the same， 这两个是一样的吗？对吗 ？Either one，Either one，、嗯、你们买 Either one 这样子是168马币，新币69块，新币69块。How to use？ OK， 现在我教你们怎样用哈。等一下我看一下，嗯 ，OK， 怎样用？来，这个先放 hydrating lotion， OK， 这个 hydrating lotion 呢，你是可以放你的身体，也可以放你的脸。Wait 啊 ，Can get both shampoo for set？ 不可以嘞，就是 fix 的 ，fix 住的。OK，is fixed on 啊 ，for the set。So this one， 它是这样子的。OK，this、okay, is a hydrating lotion， 就是你们洗完脸过后呢，你们放头呢，放完头呢你们就直接压 ，OK， 然后就放你们的脸 ，OK。可是如果你们不要放脸的话，好像你们有蚊子咬啦，还是你们的这个脚跟。破裂的话还是烧伤的话呢，你们都可以涂啊。所以现在我就放我的脚跟 ，OK， 我放我的脚跟。哦，可是我很怕我凿根，没有，我要放我的脚跟，可是我很怕我凿根。OK， 这样子。OK， 有，哎呦呦呦呦呦 ，OK， 所以我现在在涂，哎，很好用哎，给你们看，我给你们看我两个脚的差别。Which one is for eczema? Eczema is hydrating lotion 啊 ，hydrating lotion can use for eczema. OK， 你们不要偷拍我底裤啊。OK， 所以现在呢，我给你们看啊，这个是我没有涂，我不懂看不看得出来。OK， 这个是没有涂，这个是有涂，有涂是这样哈、啊，可是是感觉得到哦，感觉得到我，哎呦呦啊，感觉得到我的脚跟呢。是有比较 moisturize， 因为我经常会有很干很干的那个脚跟，然后现在用了过后呢 ，very good， Singapore got sell 啊，新马都有，然后我是特别推荐大家拿这个，如果你们的孩子有 eczema 还是蚊子咬的话，都可以用这个啊，都可以用这个。50 ml 是什么？50 ml 呢是这个 Hydro Plus Booster， 然后这个 Hydro Plus Booster 呢是专门放脸的 ，OK， 所以如果你们的脸啊，要有 uneven skin tone， 还是如果你们有黑斑，就好像我有这些痘印、痘疤，我这边啊，我都可以用。然后呢，如果你们的脸好像有凹凸的问题，因为有 acne 嘛，你们都可以放在你们的脸 ，OK， 就涂整个脸。After toner， you can put this one on your face， OK。And then after that， 你们可以放你们要的moisturizer 还是什么 ？Because this is like a essence 这样子的东西 ，OK， 好吗？所以这个呢，它是可以replace 掉四个 item， 就是 toner、eye serum、face serum 跟 neck serum。所以如果你们不要放头呢，直接上这个 ，OK， 就是给好像我很懒惰的人，很懒惰放很多产品在我的脸，我马上上这个就可以上，好像 moisturizer 还是直接上这个 sunscreen。OK， 直接上 sunscreen， easy to use or not？ Yes， 然后它的 texture 呢都非常的好，然后它又不会黏黏，不会 oily， OK 啊，好吗？所以如果你们要下单这一个的话呢，它的价钱呢是50ml 的这个 Hydro Plus Booster， 我们会送你一个50ml 的 Hydrating Lotion 小瓶的啊，这个是100ml， OK， 还送你一个100ml 的洗发水，还有100ml 的这个 hair mask conditioner， OK， 所以总共的价钱呢是新币109 OK， and then 马币呢是288马币，288块，总共四瓶东西， OK 啊，然后多一个配套呢就是这个Hydrating lotion， 就是很多人你们可以用 for 你们的脸啊，用 for 你们的手，整个身体都可以用哈。然后这一支加一支这个 toner sunscreen， 就是防晒这个啊，69块新币，168块马币 ，OK， 168马币，50ml 可以用多久哇？
他们问这个可以用多久啊？我这是要看个人，你们用多少嘞？如果你们经常用的话哈，我觉得大概一个月还是一个月到两个月可能会用完，就是看你们个人用多少，因为我也很难跟你们讲说可以耐多久。Alright, website state free hydration is 100 ml, not 50 ml. 可以帮我 confirm 一下吗？他们这边给我的价钱表示50 ml free， 可是他们讲他们送的是100 ml free， 在网站写100 ml。网站？根据网站。OK， 我们就跟网站啊，网站放多少，我们就跟网站写的多少。OK 啊。所以今天呢，我再重复多一次，我们有什么配套？可以帮我拿那个宣布这些吗 ？OK， 多少钱？这些呢是我们今天的价格表。OK， 我再重复多一次哈。OK， 今天的价格表是，一个 shampoo 500 ml， hair conditioner 500 ml 加一个100 ml 的 tonic 呢是75块新币，然后马币的话呢是198马币，然后下一套呢非常建议大家拿的这一套是一瓶 shampoo， 一瓶 conditioner， 一瓶 tonic， 一瓶 serum， 还有一瓶 argan oil， 我们再送你多一套一样一模一样的啊，然后是新币169169，马币是马币480。 OK， 然后下一套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脸的还有身体的，就是一个50 ml 的 Hydro Plus Booster， 涂脸的啊，就是帮助你们淡化你们的黑斑，还是uneven skin tone 凹凸皮肤的问题也是有的。 OK， 然后呢下一个呢没有，不是这一个的，是另外一套的，这个这一套的。OK， 然后这个呢就是一个50 ml 的 Hydro Plus Booster， 我们再送你一个50还是100 ml， 可以看一下吗？ Booster 它啊 100 OK 100 ml、这个很100 ml， 对 ,100 ml 的 hydrating lotion， 还有一个 100 ml 的 shampoo， 还有一个 100 ml 的 hair mask 啊，总共是109块， 109, 然后 hydrating lotion 配 sunscreen 呢是69块。 OK， 马币的话呢是 RM288， 还有这个是马币 168, Can I take picture of all the items？ 可以，我全部排在桌子，然后我给大家拍照。 OK，等啊，因为今天的产品很多支很多支，今天这里太多支了。等哈，我放啊，有头发的也有脸的，就是整个大碗。诶，陈宝你怎么在这里？OK， 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产品。OK， 就是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的产品啊，所以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的话呢，你们都可以来 WhatsApp 我们的 Call Minerals， 号码是0116218479 4。 OK， 所以我们今天的配套呢都编在这里了啊，然后如果你们还要下单的话呢，你们可以 WhatsApp 我们，还是去到我们的 Call Minerals 的网站。 OK， 所以还有什么问题的朋友呢都可以我们的马来西亚的客服，我们都会帮你回答你们的问题，还有帮你们下单啊。OK， 所以今天的直播就做到这里了啊！我要去吃饭了，肚子饿了，不要在这边打加一啊！你要 WhatsApp 我们，我可以给我们的客服一点点时间回复你们的信息。也谢谢大家看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场直播，现在的时间是晚上11:15，我们放歌。